震惊天下，绸缎如镜，玉砌似画，眉目如雪，眉眼细沙，请你留下。若抱住，别作梦，未得闯。我公公意外身亡，真系天意难测。我冇咗我嘅吉祥，你攞咗我最宝贵嘅嘢，系你令我失去最痛惜我嘅人。娘娘亲自上香。我公公梗系开心得滞，一时承受唔起。等我再点改，有劳中上公。仔啊，你到底系生定系死？娘亲指望你能够随水漂出宫外，俾钱生人收养。娘亲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平平安安。天公见年，十五之夜，明月高挂，但为咗令雪霞履行诺言，求老天爷帮忙，暂且乌云蔽月，好等翠云得知亲儿下落，求老天爷成全。点啊？想阿天帮你遮住个月光啊？个天系唔会帮你这种人噶。今晚十五冇月光啊！你话过冇月光就会讲俾我听苏克嘅下落嘅，佢而家喺边啊？你以为遮住就当冇，只手遮天就可以隐瞒事实？我一望就知道你双手沾满晒血，你呃得到人，呃唔到我啊！你咁讲。不明就是禮橫折曲，不守信諾。看看對什麼人，對你的狼心狗肺，我使什麼講誠信？不過我不像你，我也有心軟的時候的。這樣你想知道你的兒子的下落，等我心情好一點，我就說吧。關於太后在玉佛節在偏殿舉行齋宴慶賀歡聚一事，我都睇過曬你哋呈上嚟嘅提議。絲綫房以水果入贈，配合時令蔬菜，多種菜肴都以清淡為主，總算清新可喜。謝上公大人讚賞，絲綫房嘅幾款首飾都唔錯，清雅之中不失高貴，雅致之中洋溢華麗。三好果然不斷推陳出新。謝上公大人讚賞。三思之中，人人悉心办事，力遵善美，呈上多个图样以供挑选。唯独阮思彻，你掌管嘅思彻思制两房嘅花瓶、丝帕，只系得一个图样，系阮思彻你敷衍塞责，亦话你个本事只止于此啊？因为属下觉得呢一款已经系最好，最好。咁花瓶上边嗰一笪青色系泼墨，抑或系涂鸦啊？瓶上一抹靛青，乃系衬托莲花而画，用意系凸显莲花嘅清丽脱俗，并无不妥。
讲得真系动听，美其名为清雅，睇嚟实则系顺手拈嚟随意乱画啫啩。我自问尽心思虑，细意绘画，绝无失责。如果尽责嘅，就唔会只选一枝莲花。宫中繁花似锦，只要到御花园走一趟，就会见到百花竞艳，千红万紫，到处都是花团锦簇。万花虽艳，就只有莲花最能切合玉佛佳节，不作二选。好，就当选取莲花恰当。咁诗柏又何以只得一款图样啊？系阮诗词，你力有不逮，兼顾唔到诗制一职。亦话系本相公执掌以往嘅时候，珠玉在前，你无法超越，所以就敷衍了事。佛祖释迦牟尼降生，脚下生出的就是朵朵莲花，他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示意天上地下唯我独尊。皇上和太后当年寄居佛寺，尊崇佛祖，佳节插莲正是应节之花。佛经故事多如恒河沙数，既然你见多识广，为什么只画一幅？是不是你全心典当了事？你不懂佛经，这些是平常事，你可以藏经阁借阅经书，又或者你谦厚一点来请教一下本相公，不要以为诗制一职这么容易做。要讲佛经故事又怎会难到我？达摩的一位道纲，正犯国王子出东南西北四门，目睹生老病死，观音千百个色相，既是男又是女，就连慧能的偈语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，我都略懂一二。讲到天花乱坠有咩用？识得讲唔识得做，分明就是偷懒。你识得讲佛经，我都识。佛祖断发出家，感人肺腑；佛陀割肉喂鹰，赞人热泪。无数的佛家故事都是令人动容的啦。你偏偏就揀呢一幅，证明你目光短浅。四房同气连枝，一房出错，三房都要一同处罚，是不是啊？谭诗善啊，阮诗词初上诗制房，难免有所不足，但假以时日熟悉过后，定必有所表现。距离玉佛节尚有一段时日。请上公大人再俾机会阮诗词另行设计，不予判罚。不必啦，有错处罚理所当然。不过今次我并无犯错，中上公提及嘅断发出家、割肉喂鹰的确感人，但系佛祖喺菩提树下顿悟嘅情景就更加有意义。佛祖顿悟，明白生老病死人人难免，富贵荣华只系过眼云烟。由顿悟至舍弃，舍弃做王子，灭绝贪嗔痴，立地成佛，普度众生。所谓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追本溯源就是由顿悟开始。这个道理中上公你敢都不明白，所以属下所情已是属下认为最好。不要再狡辩了，本上公并非同你在这里讲佛理。总之我不喜欢这个故事，你同我重新再做过啦。其实佛理之事各有所悟，难以判决孰好孰坏。阮诗词佢千挑万选，可能系有佢原因呢。中上公，你我争辩无益，不如请太后定夺啦。不过我今早与太后查罪，太后知道我拣选佛祖喺菩提树下顿悟嘅故事，表示好生欢喜噃。为免自讨没趣，我劝中上公。都是无谓打扰太后她老人家了。上公大人，你无需这么好礼节，你现在有太后撑腰，目中无人，还放我这个上公在眼内吗？我并没有全心挑衅，只是讲道理。我讲一句你就驳两句，字字铿锵有力，句句掷地有声，分明就是当众落我面。我阮翠云向来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现在被人推埋墙角，
我只是以牙还牙。你不做戏子真是浪费人才，满手血腥居然还扮到委曲求全。你要骂要闹即管直接明言，无谓在这里单单打打。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谋害报公公，如果你是有证据的就将我正法，否则不要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不休。杀人波有哪个敢认啊？看你现在这样的行径所为，你根本就不想知道个苏哈的下落。就算我真的很想知道又怎样，由始至终都是取决于你钟雪霞想不想说。一时说要初一见月光，一时又说要十五舞月亮，说到底是明月高照啊，定还是乌云蔽月？你根本就不会说个真相。我知道我也不会再跟你玩下去。你私事我可以原谅你悲痛过度，公事我就不会被你无的放肆。我做私设私制以来自问尽心尽责，但是你就借故挑人公报私仇。你身为上公，请你恰尽己任，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职责。我有本事让个上公给你做，一样有本事拉你下来。正如你所言，我有太后撑腰，若然我要做上公，你有本事阻得到吗？你应该很清楚我的能力绝不逊于你，我还有很多功夫要做，上公大人也都要休息。不送请回。我真没用，明明知道他的秘密，我就找不到阮翠云杀人的证据。我帮你报不到这个仇，我真没用。得啦，我帮干爹报咗仇啊！你帮干爹报仇？头先我喺麦公公满足度落咗巴豆，咁烫佢必定要喺茅厕摸一个时辰，实臭死佢啫！我仲唔系帮干爹报咗仇？麦公公系你上级啊，你咁样作弄佢，俾佢知道啊，咪斩罚你！边个叫一坐干爹个位啊，就讲干爹坏话啊！喺人前人后数落干爹，话佢啲人做得唔好，嗰样做得唔对喎。我睇唔過眼，咪作弄下佢咯。總之邊個得罪乾爹咧，即係同我報小順過唔去。邊個對唔住吉祥嘅，就應該受苦受難。為咗吉祥，我要查明真相，害佢嘅人遲早有報應。唔好呃我哋喎。你有冇絲巾啊？梗係有啦。好好好，人人有份啦，唔好急。边个想要？我要。俾你啊。我又要喎。你又要？我又要啊！我冇啊！冇啊！俾你嘅小容姐，多谢你啊，小信。有早知食，你啊真系冇改错名啊，展笑容咩事都叫到收唔到声嘅。上次都系咁话噶嘛，唔怕生坏命，最怕就改坏名。我就话系落地喊三声，好丑命生蛇。哦，咁讲法，仇妙芬，你岂不是有咩都要同人分？潘以文系咪见咩就攞嚟问噶？不如你講下你自己啦，係啊，快啲講啦，快啲講啦。不如你講下小信呢個名有咩由來，有咩特別意思啊？我個名本來唔係叫小信，係叫何生，因為我喺河中出生。咁係咪你娘親喺河邊洗洗下衫就生咗你啦？係報公公喺河度發現我，佢話我係順流而下，拍岸見晚霞，咪改我做小信咯。乜原來你係河中嘅棄嬰嚟？干爹话嗰阵我仲系苏虾，唔系佢及时喺河度捞起我，怕且攞地府检验我啦。袁思慈、刘思珍，袁思慈、刘思珍。
唔該。啲組紙就派曬俾你哋啦，我要去拎翻啲嘢收埋喺身啊！如果唔係，無尊無善，神仙難見。阮思哲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。三母自细就冇咗娘亲，当阮思哲你系亲人一样。不如你讲出嚟，等三母同你分忧。呢件事事关重大，整个后宫就只有三好你系我可以倾诉嘅人。所以你就怀疑小顺系你亲儿？中上公手上的铃铛是来自布公公，而布公公同小顺又咁亲厚，仲认为他做干儿子添，两者之间若有牵连都不足为奇。不过说下他认定布公公横死，我是杀人凶手，不肯如我所愿告知真相。咁布公公死得咁突然，中上公同佢感情深厚，可能是伤心过度才会胡思乱想怀疑你嘅啫。我经已费尽唇舌解释，他系都不肯相信，我亦束手无策。总之我冇杀布公公，我问心无愧。如今我只系想揾翻个亲生仔。咁除咗个铃铛，你仲有冇其他凭证啊？我个仔喺目中皇帝长庆末年出世，生肖属龙。小顺话佢喺河中被救，若然又系属龙，即大有可能。阮思哲、刘思珍，你哋讲咩话？呢度有蛇咩？我哋唔系讲紧蛇，我哋讲紧你啊！我同蛇点会有关系啊？我哋喺度估紧你属咩生肖啊？你平时动作灵敏，又机灵过人，我估你系属蛇咯。我就话小顺又乖巧又善解人意，属兔子啱。你哋都错晒啦，我属龙嘅。系啦，冇听过你讲你家乡嘅事嘅，你家中有咩人噶？我孤儿嚟嘅，无父无母，得一个干爹，咪就系布公公咯，系佢抱我入宫嘅。咁你系边度乡下噶？你哋问我咁多嘢做乜嘢？冇，我有个同乡，佢50几岁，年轻嗰阵个仔出世冇几耐就同佢失散咗，后来佢听人讲话有人带咗佢入宫，所以咪问下你咯，话唔定你就系我嗰位同乡嘅亲生骨肉啊！咁你同乡咩人嚟噶？心地好唔好噶？佢心地不知几善良啊，经常行善扶贫，济世为怀噶。咁你讲嗰个一定唔系我娘亲啊？我娘亲佢将自己亲生仔放落河，由佢自生自灭。咁狠心个女人唔帮好人啦，点会有好心肠呢？或者佢遗弃你系有苦衷嘅咧？有苦衷佢将我送俾人养啫，佢就咁放我落河，可以饿死，又可以浸死，咁样佢同亲手杀死我有咩分别啫？如果佢嚟揾翻你咧？千祈唔好，我唔想知道佢系边个啊！更加唔会认啲心肠狠毒嘅人做娘亲。我报小顺只系得个干娘，就系中上公嗰个女人，我早当佢死咗噶啦，唔好再讲佢啊！我唔记得带钱包添，点买嘢啊？我唔同你哋讲住啦。上公大人叫属下嚟，所为何事？我请你过嚟，系恭喜你一声。恭喜我乜嘢？晏昼我见到你同小顺喺度闲聊，离远望过去，好似倾家好投契。小顺视我如亲娘，乜都话我知，乜都同我讲。你同佢查家宅，你问佢生肖属乜，问佢家中上有何人。问佢家乡喺边，你问咁多嘢，都系想知道佢系咪你嘅仔。你唔使估得咁辛苦啦，不如等我话俾你听。系，小顺系你嘅亲生仔，真系佢。原来个苏克竟然一直都喺宫中，冇出过去。小顺嘅身世真系好凄凉。
每次我同吉祥提起佢爹娘，佢就怒火中烧，咁都好难怪嘅。一出世就俾人抛弃，换着系其他人，都一样咁嬲。唔应该嬲，系应该恨先啱。不如等我安排你哋母子相认啊！等佢知道自己系一个唔见得光嘅私生子，佢娘亲系一个不知廉耻而坏咗呢个业种，使唔使请埋佢阿爹万剑锋过嚟？等你哋一家三口团聚，一定系好高兴噶啦！请你唔好拖埋万将军嚟讲。做咩？你惊拖累埋你个外郎？做得出怕咩刑啫？种恶因自有恶果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应该检点自律，竟然不知廉耻与人苟合，而家先嚟后悔，太迟啦！你想点样逼我都可以，我都心甘情愿忍受。但系呢件事，小顺系无辜嘅，你就放过佢啦。哎呀，差啲唔记得添，你哋当日系无媒苟合，个仔系野种嚟嘅，如果俾人知道，系要处死噶。到时一家三口齐赴刑场，何其悲壮啊！我求下你，你憎我啫，你咪继续针对我咯。小顺佢对你咁好，你又系佢干娘，我求你放过佢。我一个人受罚唔紧要，千祈唔好牵连佢哋。我系憎你，但系俾你咁快死，咪便宜咗你。至于讲唔讲，就睇我心情啦。如果人哋顺得我意，听听话话嘅，我咪唔讲住咯。如果激得我嬲嬲地嘅，我唔知几时会冲口而出讲咗出嚟噶噃。你同我记住，日后我有咩吩咐要求都好，我唔要听到一个不字。我仲有好多功夫要做，唔送啦，你扯啦。你所抄嘅《楞严经》清丽脱俗、端正秀丽，果然唔错啊！谢皇上赞赏，臣妾见姐姐勤奋好学，而且研习佛经以达至修心养性，所以向姐姐学习啫。睇得出丽妃你好用心啊！谢太后啊，系啊，贤妃近日画咗幅画像，仲有拎咗嚟俾哀家鉴赏。皇上不如嚟都品评一下，请皇上唔好见笑。是一幅观音画像，好，笔法细腻，描绘入神，而且观音面容一派慈祥，仲有一啲似曾相识嘅感觉。你都话系呢？奴婢参见皇上、太后、贤妃娘娘、丽妃娘娘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唔怪得咁似曾相识啦，原来画中观音像就系刘思珍，妙啊！奴婢愚昧。刘思珍，原来你就系观音在世，你睇。你都话好神似呢，观音嫦娥沾花微笑，刘思珍就每日都笑面迎人，加上一副菩萨心肠，真系形神俱在。燕妃，你画观音像嗰阵系咪以刘思珍作画？臣妾又点敢打扰三好啊？只系臣妾佢画观音像嘅时候，心中觉得观音慈悲，就不知不觉将三好嘅相貌画咗落去啦。相由心生，刘思珍嘅善心令人感到观音大士嘅慈悲。燕妃啊，呢幅画你画得好好。奴婢又点可以同观音大士相提并论呢？咁你系三好嘛？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，仲系菩萨心肠。奴婢愧不敢当，本宫同三好情同姊妹，三好嘅品行德性，本宫最熟悉不过噶啦。三好唔单止人如其名，而且人品好，心地好，就连手艺都一样咁出众。三好平时嘅样子就已经慈祥噶啦，
而家再睇埋幅画像，三好简直系一个生观音活菩萨，一副慈航普渡嘅样啊！谢娘娘赞赏。太后吩咐施珍房为两位娘娘整造饰物，奴婢为丽妃娘娘做咗一串珍珠颈链啊！你睇下珍珠，粒粒都圆滑润泽，好衬丽妃你。谢太后赏赐，我谂攞住嚟念经礼佛，相信对佛理必有另外一番体会啫。至于贤妃娘娘，奴婢打造咗一支石榴花钗。好啊，石榴多子啊！咦，三好系观音，咁咪只观音送子？好笑头，好笑头啊！谢太后赏赐，愿皇天庇佑，娘娘心愿早日达成。既然系观音送子，就等朕帮贤妃戴上花钗。宝贤算系乜嘢啊？天性奸狡就百慈悲为怀，专横霸道就学人贤良淑德，唔系扮抄经就扮画观音，怕人哋唔知佢慈悲有佛性啊！哼，咁有佛性啊，唔见佢出家为你。娘娘，佢哋嚟紧啦！哎呀，娘娘！燕妃娘娘，你见点啊？你仲喺度，去请太医啦。哦，姐姐，你千祈唔好有事啊！最好神灵庇佑，保佑佢呢一跌跌到一世都冇得生。咁本宫真系要烧香还神。皇天在上，姐姐为寺庙抄经功德无量，今次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如果唔系我做妹妹嘅，一世都唔安乐啊！娘娘，你唔好咁样啦。条链无故断开，意外嘅嘢有边个想咧？乜真系意外咩？三好，点解你咁讲啊？我啱啱咪执翻啲珍珠，我检视过条金线，佢系俾人硬生生咁扯断。你话本宫故意扯断条链，你害姐姐啊？娘娘应该好清楚，我哋施珍房用嘅金线线质坚硬结实，根本唔容易断裂，除非系有人识得扭扯嘅技巧，咁就另当别论。你怀疑本宫？三好只系猜测。我都真的很希望我是多心估错。是本宫知道金线有几硬，亦都知道扭扯技巧，但是金线亦有优劣之分，而且咁多珍珠难保是金线负荷过重才无故断裂。为什么三好样样都不信，只是信本宫所为？本宫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有事发生，三好第一个怪责的就是本宫？我几时在你心目中变成一个心胸狭窄摆弄心计的女人？人人都可以怀疑，但是你不可以，因为你是我好姊妹。臣妾参见太后。平身。谢太后。哀家听闻贤妃跌倒受伤，可有其事啊？禀太后，姐姐因为误踩珍珠所以滑倒，太医在入面为姐姐医治紧啊。太后，贤妃。谢太后。哎，贤妃，你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啦。谢太后，娘娘身子冇咩大碍嘛？娘娘只系扭伤筋骨，情况未算严重。哦，微臣有件喜事启奏。刚才微臣为贤妃娘娘把脉，娘娘脉象搏动有力，顺畅有序，系喜脉。系，真系太好啦！太好啦，贤妃。原来你已经怀有身孕啊！奴婢恭喜贤妃娘娘啊！多谢。哎呀，真系灵验啊！三好啊，你今朝先观音送子，如今贤妃娘娘已经怀有龙瑞啦。恭喜姐姐能够作为皇上开枝散叶，恭喜太后啊！我臣通知皇上，话贤妃有咗喜啦。奴婢遵旨。吴太医，
神在。我而家知道你作为太医处之首，宫中事务繁多。不过年妃娘娘身子要紧，为一慎重起见，就有劳太医你好好咁照顾年妃娘娘嘅身子啦。臣遵旨。我去禀朝你身子，帮哀家生翻个肥肥白白嘅小皇孙吓。谢太后厚爱。奴婢已经同包公公讲咗，话娘娘清病不息，请皇上前嚟探望噶啦。阵间皇上驾到，你就话本宫睹物思人，忆念忘义，所以忧伤成疾。系娘娘，贤妃以为怀有帝睿就可以万千宠爱，本宫唔会俾佢得偿所愿。皇上知道本宫忆念忘义，一定会对本宫倍加怜爱。参见太后，丽妃保养在身，无需多礼啦。谢太后，身体欠安，不如我依家陪你埋床头下。好啊。有冇全太医诊治啊？今日史太医睇过噶啦，都不外乎话心闷脾重，气郁难舒。自从上次滑胎之后，身体一直未能康复，咁你就要小心身体啦。不过哀家已经吩咐咗司事房同佢准备咗啲补品炖汤，等你可以调理一下。谢太后，如今贤妃已经怀有龙瑞，皇上对佢难免会加添几分嘅关顾。丽妃，你善解人意，体恤大体，应该唔会介怀噶嗬？当然唔会啦，姐姐怀有帝瑞，宫中上下一片欢腾，臣妾替姐姐开心就真。嗰啲咪早前哀家想赐俾你嘅，点解仲摆喺度啊？臣妾突然间一及忘义，所以攞出嚟悼念一下。哀家明白嘅，不过贤妃佢始终怀孕，呢啲饰物应该谨慎收藏，始终未能得用，有欠吉利，应该要知避忌啊。臣妾知道。飞燕。帮娘娘收起佢，一嚟免得娘娘再睹物伤感，二嚟免得皇上喺呢个喜庆嘅时刻徒添愁绪啊！知道。风，今次出宫风尘仆仆，可见疲累啊！恩师有心，学生本身摇把生涯，早已惯于南北奔波。宝贤梦红有笑，怀有龙瑞。相信你已接获喜讯，宝贤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或者系夫人在天有灵，保佑我哋万家，总算系否极泰来。苍天有眼，当日皇上登基，你我曾感慨昏君即位，唯一寄望系皇上飞奔，早诞皇儿，继承大唐香火。如今真系天从人愿，指望将来帝主英明，励精图治。只能振兴大唐，到时国家兴旺，百姓就可以丰衣足食。好，嚟，为师就敬你呢杯，贺你荣升外公之喜。饮，饮。显然你揾我万将军嚟啊！佢得知贤妃有孕，佢心情如何？万将军丧妻之痛已过，如今得此喜讯，总算系天赐恩典。万将军啊，领兵奇才，只可惜未能为朕所用。相信终有一日，佢会认清黑白，明辨是非，弃暗投明。啊，系咧，令尊嘅情况如何？家贤身体尚算安康，唯年事已高，困于天牢，难免会受苦烦忧。哎，刘世伯，刘世伯，啊，参见皇上，不必多礼。刘世伯所栽种嘅牡丹。朵朵都先嚟奪，牡丹盛開燦爛，草民諗住擺喺呢度啊，等皇上遊覽花園嘅時候增添興致。國事繁重，機務纏身，朕冇閒情去欣賞美景，白白浪費咗劉老伯嘅一番心意。
皇上無需過分憂心，距離嘉嚴發配邊疆之期尚有一段時日。朕貴為一國之君，一聲令下，要赦免令尊之罪不難，難做難在要得他人守肯。其實有時放開懷抱，觀花賞魚，平時想不通的事可能突有所悟，茅塞頓開，天下萬能都是不離一個法則。法則？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就是種花的法則和理據。天下之大，法則無處不在。二十四節氣亦都是不變的法則。三月驚蛰，蛇蟲鼠蟻，四出亂鼠。冇錯，以法斷案就是上策。除了法則之外，還有三光五常。高士，你又可知孔子最鍾愛的弟子是哪位？應該是安貧樂道的顏回。其實曾心也都得到眾人的授意。曾心受教，著寫孝經，能夠忠於君，孝於親，方為大唐的好子民。與劉老伯一直說，果然豁然開朗，煩惱盡去。顯揚先代嘉嚴，多謝劉老伯指教。我只不過教兩位種花的孩子，又點敢輕言恥教呢？草民都唔阻兩位行頭，先行告退。朕今次定可以風風光光營救令尊，等佢可以昂首闊步離開天庭。賢妃有孕，為表天賜倫賢，感恩在得，朕決定多行善舉，積立功德。行善乃是善舉，皇上昌言積德累任，舉國臣民必定上行下效。行善積德，理應惠澤萬民，與百姓同樂，所以朕決定恩及囚徒，大赦天下。馬大將軍，你認為朕此舉是否恰當？依據大唐律，刑法共分五刑，恥杖徒流死、大赦天下，除卻十惡不赦之外，斬刑改為绞刑，以保死者全尸，其余各刑尽皆赦免，就连要流放边疆者亦得以免罪。此举实属以仁恕治国，皇恩浩荡。高大人专中囚于天牢，皇上大赦天下，父子就得以重聚，乐享天伦。本来父子团圆是人间美事，可惜高大人专中不在此列，难以受惠。马大将军适才至提过，大赦天下，惠及全国囚徒，点解会有例外？平民犯法，以法论罪。高耀安身为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所以皇上大赦天下，官员不应在此限，否则难以服众。马大将军果然系高瞻远瞩，顾虑周详。皇上赦免囚徒固然系善举，但律法不宜过于宽松。微臣大胆提议，不若将大赦天下改为减刑轻判，斩刑改为绞刑，黐杖徒可以赦免，而流放边疆者，不论年长老幼，一律改为杖打七十。如此既收减刑之欢，亦可全刑法之严，两全其美。马大将军所言甚是，只怕杖打七十皮肉之苦，年老者恐怕难以承受。天子犯法都尚且与庶民同罪，律法之前，众生一致。马大将军果然是大唐的军鼓大臣，一直为国事费神，时刻进谏，朕只当善立谏言，此事依照马大将军意思去办。朕近日接到池州百姓联名上奏，道谢朝廷体恤百姓，拨款赈灾，救万民于水火，所以朕决定赐黄金百银各五十两，并且封万将军为威武大将军。臣受之有愧。百姓中央，万将军拉失之名归，皇上恩泽却之不公，仲唔上前受封？臣谢皇上恩赐，不过封号可令万金难受，臣愿将财物悉数捐出，赠予灾民。万将军先平身。谢皇上。万将军为官清廉，爱民如子，实乃大唐之福。禀皇上，今番押运灾款，高大人陈助微臣一臂之力，功劳非浅。皇上既然赏赐，理应一视同仁。
凡为朝廷效力者，皆为功臣。朕又岂会厚此薄彼？朕在赏赐高显阳黄金白银各50两，并且封佢为精忠侍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有一事相求。用禀。臣欲以赏赐、精忠封号，换取嘉严仗打70之刑。以赏换刑？嘉严年事已高，已届以顺之年，难以承受仗打。为人子者，岂能眼看老父受刑而袖手旁观？高侍卫敲耳可嘉，可惜以赏换刑，闻所未闻。万将军，你可曾听过有此先例可援？微臣确实未曾听过有此先例。皇上归为一国之君，要赦免囚徒易如反掌，但假若有违法理，就难以服众。法理之外，尚有孝道。皇长卧冰求你，皇乡擅藏温襟，孝义之举传颂至今。但孝道并非法则，而且岂能混为一谈？有何不可？木兰代父从军，上阵杀敌，孝女以性命换高堂，高侍卫以奖赏换仗打，都系同出一辙。若将孝道凌驾于法理，此例一开，只怕刑律混乱，难有准则。朕即系以法断案，以孝宽待，江山社稷以百姓为依归，而百姓就以孝为重，万恶淫为首，不行孝为先。朕又岂能抹杀一个孝子嘅请求？皇上，从来将功可以赎罪，大罪可以立功，真心孝其亲，天下愿以为子，子虽忠其君，天下愿以为臣。高显阳大罪立功，将功补过，以奖换刑，朕认为并无不可。国以民为本，皇上能以孝义为先，臣民折服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告原案虽然触犯法纪，但并非十恶不赦。既然高显阳愿意以赏换刑，朕就收回其赏赐封号，释放高耀安。皇恩浩荡，臣谢主隆恩。若抱住别作梦未得床，看到的听到的不要信，遗憾是闭起眼时，自望到世间多少暗涌，爱得深说不真别感动，在最深在刻骨。